深山老林最后的守望者，牧鹿人的迷茫和困惑，雨雪交加的茶坛村落，辗转多难的漂泊历程。摄制组与迁徙中的两户茶坛告别以后，迅速赶往他们的家乡乌兰台嘎。乌兰台嘎的意思是红色的山林，它位于蒙古国最北端。西西格图河从茶坛的家乡蜿蜒而过，最后向西流进俄罗斯的小叶尼塞河。这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牧民收费站。西西格图河再次横亘在我们的路上。我们只好放弃现代化的装备，以古老的方式走进原始森林。在乌兰台嘎的深山老林里，一共住着50多户茶坛人家，牧养着300多头驯鹿。从这里东行不到20公里，是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它的北边是图瓦共和国，那里是这些茶坛们的故乡。无论年纪还是辈分，庆达赖和她的丈夫贡布在茶坛中都是最大的。庆达赖的弟弟妹妹和他的孩子们也都住在他家的周围。庆达赖年仅2岁时，父母带着他从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逃到这里。他8岁的姐姐当时在学校上课，慌乱中父母没来得及带上他。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音讯皆无。老伴公布也有类似的遭遇。贡布常说起小时候在故乡和同伴们玩游戏的情形，那是他美好的童年记忆。
秋天，天气变冷的时候，驯鹿的脚就会开始固化。是他们与故乡、与祖先相连的，还有着温贡。温贡是萨满教的一种神偶，是神灵的象征。庆达来的这一温公代表着驯鹿的保护神。每天早晨挤完奶后，他们就把驯鹿放到树林里，晚上才牵回来又挤一次奶。不管愿意不愿意，牧放驯鹿的差事都由孩子们来完成。孩子们平时在苏木所在地寄宿学校读书，假期就在森林中度过。各种野果随手可摘，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瑞士的这位摄影记者，庆达赖老两口亲切地叫他干儿子。他几乎每年都来这里拍摄驯鹿，一住就是一个月。过几天，他准备带贡布去乌兰巴托转一转。贡布还从未走出过森林。外国人每到这里，都会带来大量的大米、白面、茶烟等生活用品。除了自己用，他们还把其中的一大部分送给茶摊们作为酬谢。与贡布的干儿子一样，一些外国慈善机构人员、专家学者及普通的游客也经常来到这里，与茶摊们吃住在一起，观察、体验并研究茶摊生活。他们也会给茶摊一些生活上的帮助。他们期望面临消失危险的茶摊部落能够存在下去。乌仁娜是庆达来的儿媳妇，是目前这一代茶摊中唯一的大学生。乌仁娜在苏木的中心小学教书，寒暑假回到山里牧养驯鹿，还抽空教授孩子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今天是乌日娜女儿的生日。
海呀喂，海沙把爱情喊麻辣，我都为谁呀那？家是的嘛，是的嘛喊麻辣，家是的嘛，是的我说喊麻辣，家是我也是人的难度，哦哦哦，喊麻辣。喊麻辣，加拉叔好浓，好哇加拉叔叔，嗨呀呗，嗨是吧？把爱情喊麻辣，把多一些嘛，加什么吃的嘛喊麻辣，加什么吃的我吃的喊麻辣，吃什么也是人家那样多。1991年到1995年。乌日娜在婆母庆达莱的家乡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首都国立大学的图瓦语专业学习，这些年来一直忙于两件事情，一是想借助外来的援助在森林里建一所查他们自己的学校，二是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把图瓦语正式纳入乡中心小学的教学计划中。Энэ үс цэнгэр, энэ хадгалж явах гэсэндээр бид нэр одоо цаага маллаад, энэ хэдэн цаага яачгүй одоо устгачгүй юмсан, үгүй хийчгүй юмсан гэгэл одоо энэ ийм үс цэнгэртэй амьдрал цаага маллаж яваа хүмүүс л дээ. Тий, харвагаас л амьдарч ирсэн юм болохоор бидний амьдралдаа их дуртай л дээ. Тэгэл одоо ингэж тайганд амьдарч无论谁家的孩子过生日，大家都要为他举行骑驯鹿比赛。驯鹿比赛虽然没有赛马那样有看头，但对茶塘的孩子们来说是个很开心的事情。你摸不到。九月初的茶坛村落，时雨时雪，时而晴空万里，时而有乌云密布，叫人难以琢磨，就像茶坛人的内心世界一样。庆达来的弟弟庆巴图是个不错的猎人。两个孩子的暑假结束了，松子儿带到学校后是很稀罕的干粮。根据蒙古国法律规定，察他们是唯一被许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打猎的人，但是考虑到幼小的野兽还没有长大，猎人们很少在春夏两季打猎。
每个猎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办法，他们除刀枪之外还有自制的一些工具，可以诱惑猎物出现，但他们对猎物是有选择的，并不是随意猎杀。庆巴图说，自从蒙古国开放以来，境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滥杀滥捕野生动物，甚至残忍地捕杀幼崽、运兽等，致使猎物越来越少。Mana, bitir o çatı, şiyalatı ne sürük görüyorsun ya, onu ne korun görüyorsun ya, onu. Düşün, her diri yasın o çatı, korun görüyorsun için zavun ne gene ala bastığım adı yavaltı gazı olsa da ayak koydu. Bu bir tane de geç, atta huvuz tem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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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ügül. Geç, bana esi örgütü geç, elde gazı bayak koydu. Dur, o cicik. Geç, şartta yedin, sustumağın oğlanlar.我们摄制组来蒙古国之前就已经得知这里有牧养驯鹿的人，所以专门带了一些中国大兴安岭中同样靠驯鹿生活的鄂温克族人的录像资料。또 우리 예렌들은 치매고 하자가 또 이제 현생 사업다 이모 울사도 라든 사마가 설치 치모 사나 소스인데 세리가 아유 이게 이제 나 식들라 하기 좋다 받으면 이거 근데 어떤 애 과일이 이틀 치모 인데 스탠다 화일 이틀 치모 앞질시 시야다 나가 우리 또 화일 사 나가 살 차가지고 사람 말고 이제 것도 좋아 나도 그때 나들 인 어쩜 말겠다 인 자라 사가 말다 된 어쩜 남겨줘 사람 남겨줘도 이렇게 선인 가면 사람 선인 좋은 것은 인스턴 말지만 믿는 데는 인스턴 이 모기지 와주기다 내가 여기를 갔다 해자라 와서 와이르스나 예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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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身处何方，发自心灵的信息总会冲破时空界限，被另外相同的心灵所感应和接受，这叫心有灵犀。但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永远心有灵犀。大型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